一首好的诗歌，宛如一篇好的信息，能与灵魂对话，感动激励人心。齐来颂扬芳华的口袋诗歌。今天要分享的诗歌是19世纪英国的赖特牧师所写的《与主同住》。这首诗歌是赖特牧师在生命垂危之际所写下的作品，但是当时在赖特牧师心中勾起的并不是无奈、后悔或者是迷惘。赖特他引用了路加福音的24章，两位门徒与耶稣同行的事迹。两位门徒在回家的途中，为着基督的死，为着自己的前途彷徨之际，他们遇到了复活的主。快要抵达目的地的时候，耶稣还要继续前行，他们就邀请耶稣说，时候晚了，日头已经平息了，请你同我们住下吧。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。两位门徒的邀请，请你同我们住下吧，这句请求贯穿了《与主同住》这首诗歌。1860年这首诗歌出版，不久就在教会当中被广传开来。这首诗歌不仅旋律优美，歌词也深深地告诉世人，在生命的任何一个情况之下，我们都需要耶稣的陪伴和扶持来面对这一切。不论是喜乐或者是困苦，求主与我们同住，与我们同在，走完我们人生的路程。